你看看你写的作文，作文我和爸爸的一天，今天爸爸带我一起去了公司，爸爸们的公司专业，爸爸们的，你有几个爸爸呀？还爸爸们的啊？爸爸的公司专业是批发妹子的。哎呦，爸爸有那实力吗？你有几个爸爸他也不敢批发妹子呀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主要是批发袜子的，好不好？记住了没有？一到公司，他们先开会，第一个是总经理讲话，第二个是 B 经理讲话。有人？那个是副经理，好不好？你不会写的字，你用拼音行不行？看着爸爸一直的忙碌，真的很辛苦，蛋上的皱纹又多了几条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是脸蛋上的皱纹，好不好？啊？我的脸去哪里了？那你用一边一边造句，你看你怎么造的？嗯。爸爸一边抱着妈妈，一边抱着牛阿姨。妈呀！你是想让我一边跪地一边求饶是不是？啊？别笑！你这个牛阿姨没完了，你就不能换个人啊？有人。还有这个天才，妈妈减肥五天才吃一顿饭。你真是个天才啊你！你直接写妈妈冬眠算了，还五天才吃一顿饭。恳求造句，爸爸炖了排骨，恳求不动。我恳求你以后不要乱造句了，行不行啊？再看这个干脆，我现在想吃干脆面了。你干脆把我气死算了吧。辣死他姨啊。嗯，你辣死谁姨啊？辣死他姨啊，去年呀。那是 last year。 哎呦我的妈。下一个，挠他疼哦。挠他疼哦，活该呀你。什么我活该呀？挠他疼哦是没什么，别客气。那读 not at all。挠他的哦，你别笑，怕怕呀。这回就要怕了呀。我怕什么啊？我怕怕怕呀是木瓜，木瓜是怕怕呀。哎呦，怕呀差不多啊。我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老爸呀。你昨天复习了吗？今天能不能行了？放心吧，非常的good。第一个，斯丹的阿婆。斯丹的阿婆是谁呀？有人。斯丹的阿婆是绮丽啊。那读 stand up。 哎呦我的妈。下一个， super nice。 super nice 什么 super nice 啊？惊喜不是 super nice 吗？那是 surprise。 别笑。哎，妈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准备了礼物吗？放心吧，早准备好了。这个听写啊，得爱 WiFi。 得爱 WiFi， 你是要去上网啊？得爱 WiFi 是亲爱的老婆啊。亲爱的老婆是 Dear Wife。 哦 Dear Wife。 一天到晚就知道上网，连老婆都不认识了吧。爸爸有一个深藏不露的秘书。深藏不露的秘书？我哪有什么秘书啊？啊，这深藏不露的秘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配的秘书啊？上次看到爸爸给了牛阿姨好多钱，还说是他的私房钱。爸爸租了牛阿姨的门面房，那是一年的房租钱，这房钱不是私房钱。你什么耳朵啊你？牛阿姨说不着急，这么多年的关系了，日久生情嘛，十两天给也行。不是，你这是写作文啊还是写情报啊？啊，还日久生情了。你这样写会产生误会了，知道吧？有人。爸爸说早给晚给都得给，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
趁我现在还年轻，还能干得动。这废话。牛阿姨立马接过钱说，不干了也买卖不成仁义债，再见还是好朋友。这件事我纠结了好长时间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妈妈。哟，我的天啊，牛阿姨今年都60多了啊，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。我现在每天做梦都是你写的这些反义词啊。嗯，悄然离去的反义词来了，老弟。我去，悄然离去是对欣然而来，还来了老弟哦。泄气的反义词熬了给，什么鬼啊你。你以后少看一点手机行不行啊，啊这都是网络上学的吧。开始的反义词 BBQ 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啥玩意 BBQ 了。开始是对结束，知道没有。安静的反义词好嗨哟，还笑。安静的反义词是喧闹吵闹都可以啊，还好嗨哟。再看这个 F， F 的反义词盘他。我一会要盘你还盘他哦。昨天晚上爸爸喝多了被牛阿姨送回家的。我的小祖宗啊，又是这个牛阿姨啊。都跟你说了换个人写，换个人写，没完没了了是吧。因为这个牛阿姨我都被你妈严刑拷打，弄得我遍体鳞伤了。一进家门，爸爸好像饿狼似的爬在马桶上。我是爬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，连愁带吸，连吼带叫，鬼哭狼嚎的狂吐起来。哎呀妈呀，不是，我是喝了多少呀。别笑，嘴里还不停的窃窃私语，有人醉了醉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不是，我没说别的了吧。突然卫生间传来如雷贯耳的放屁声，爸爸生气地骂道，都说不喝了不喝了，是哪个娘们又开一瓶啊。哎呀你这啥玩意啊。我说你这个语文水平啊什么时候能够提高点啊，啊你是真有文化呀，但是不多啊。人家让你照样子写一写，题目是天上下雪不下水，雪到地上变成水，雪变水来真麻烦，不如当初就下水。你看人家这写的多好啊，你再看看你怎么写的。爸爸吃饭不吃屎，饭到肚子变成屎，换变屎来真麻烦，不如直接就吃屎。我真是，哎呦我的妈。昨天晚上爸爸喝多了被牛阿姨送回家的。我的小祖宗啊，又是这个牛阿姨啊。都跟你说了换个人写，换个人写，没完没了了是吧。因为这个牛阿姨我都被你妈严刑拷打，弄得我遍体鳞伤了。一进家门，爸爸好像饿狼似的爬在马桶上。我是爬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，连愁带吸，连吼带叫，鬼哭狼嚎的狂吐起来。哎呀妈呀，不是，我是喝了多少呀。别笑，嘴里还不停的窃窃私语，有人醉了醉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不是，我没说别的了吧。突然卫生间传来如雷贯耳的放屁声，爸爸生气地骂道，都说不喝了不喝了，是哪个娘们又开一瓶啊。哎呀你这啥玩意啊。我现在每天做梦都是你写的这些反义词啊。嗯，悄然离去的反义词来了老弟。我去，悄然离去是对欣然而来，还来了老弟哦。泄气的反义词熬了给，什么鬼啊你。你以后少看一点手机行不行啊，啊这都是网络上学的吧。
开始的反义词 BBQ 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啥玩意 BBQ 了？开始是对结束，知道没有？安静的反义词好嗨哟，还笑。安静的反义词是喧闹吵闹都可以啊，还好嗨哟。再看这个 F， F 的反义词盘他。我一会要盘你还盘他哦。